我跟嘉儿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里面穿的那件衣服在哪里买的，因为我们都想去买。粉丝送给我的。那请你问你的粉丝也帮我们两个拿两件。好，没问题。有了欧阳靖和王嘉尔这对哥俩好，想必能让这些练习生们缓和不少紧张气氛。帅吗？老师好，我叫蔡徐坤。从歌词已经看到你的压力真的很大。对你的 body 着迷 baby girl。 哦天哪， oh my。 陆正偶像练习生开播已经在网络上造成不少讨论度，而导师群张艺兴、王嘉尔和李荣浩等人也收集了平常的笑容去专业讲评。太紧张了，李荣浩老师好像有一点点凶。不是，那不是一个自然的板脸。不是，因为你表现得太兴奋跟太不高兴，你都会直接的影响到他的表演。李荣浩老师面部这样，原来是面部无表情，太兴奋会直接的影响到他的表演。但要说到最严格的就是张艺兴了。非常开心今天以全民制作人代表的身份跟大家见面。我又卡了一下。全民制作人全民制作人代表们，哎呀，在动作的 balance 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。非常开心以制作人代表的身份，哎，全民制作人代表，立心啊，腿死了。我觉得这个非会议 balance 不对，记得随时告诉我。balance， 我一直跟你强调的 balance。花絮，好的无聊。柯，张PD 的反差萌实在太大，是不是有个可爱呢？